啊，太太厉害哦。好，不客气。刚刚我们就三颗鸡蛋，鸡蛋搅拌。然后我这个是姜加葱，然后这个是还有蒜。蒜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已经放在这里跟猪肉、香菇一起煮饭。这个是煮饭，这个是甜豆了，我们香港叫甜豆，荷兰豆啊。荷兰豆是另外一种啊，对吧？这个甜豆厚一点的，厚一点。我把它剪。哦。我好了，我们的油。油哦，油。我把这个油。小心！哎，我太太。烫一烫，因为我太太加的葱油呢，就弄了跟蘑菇一样，我就懒多一点了。不是了，哇、哦，好厉害哦！你辛苦了，太太。哇！我看我太太，哎呦，好，已经完成了吗？可以吃了吗？现在没有，是这个，然后都放进。然后我小心啊，我还要这样子啊。OK。煮这个鸡蛋，哇，辛苦了，哎呦，我们将来要房子要这个厨房要大一点哦，对吗？你这个。但是都不要常常煮啊，这煮菜真的很辛苦的事情，不要常常煮。一个星期，不是了，一个月可以煮大概三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煮太多，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机会吃台湾的外面的东西。美食太多了，太好吃。刚刚有一个网友啊跟我们聊天啊，真。对啊，真假的真呢、啊？真小妹妹，她问我，香港人是不是很爱吃甜的东西？我说没有啊。然后她告诉我，她说她前男友，哎，好漂亮哦，哎呦，搅拌一下。对啊，哇，好像用它的余温去煮熟这个蛋，就会比较滑。因为我等一下我要砂锅子，不是锅子，砂电锅。里面去再焖一下下，所以现在就不要煮太熟，如果煮太熟了下去的话就会老了，鸡蛋呢就会老了，对，不会化。然后他问我是不是香港人吃很甜，我说没有啊，你告诉他，对，没有，14岁之后开始就没有喝甜的饮料，对，没有，然后我认识你之后就喝一点点，我蛋糕甜点都只是没有常常吃的。我但是我们不可以代表其他香港人呢。啊，对，我们只是我自己啊，因为我怕胖嘛。哇，好像，哎呦，好像啊。我怕胖嘛，所以我就不敢吃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做很激烈的运动就可以了。对啊，现在来到台湾，一定要做很激烈的运动，因为我想吃很多很多蛋糕，很多很多甜点。也要控制一下，就是。取一个平衡。对，好，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吃的，对，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吃两三天，对，或者是四天，对，最多4天啊。对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在香港长大的，对，我们的菜，我的家一般不是用甜的，我们都是咸的比较多。如果煮菜如果是甜的，我反而会不喜欢。我之前认识有几个香港菜呀、啊，对啊，煮菜我不会。你刚刚看到我的腌这个猪肉的时候，我都不会放砂糖的，黑糖应该说。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们说，哎，台湾的东西很甜，他们不习惯。我因为我跟太太可能的口味比较像台湾人，然后我说，哎，我们台。对啊，正常啊，我说台中还好了，如果你是在台南，你就真的。因为我们都听很多说台南的甜蜜蜜，比较甜，但是我们还没吃过，我们不知道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去。只是听他们说。听他们说，人家怎么说，我们怎么讲。所以不一定我们做准的。哎，新年快乐！哎，
这样子记录一下也好，我们50年后才再看哦，那个时候很甜蜜哦，还是200年之后再看。200年。有对啊，你怎么知道将来的科技对吗？可能一眨眼你就可以人类就可以有1000多岁，200年都是年轻人，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，对啊。哇，这样子还要拍吗？等一下。可以啊，你拍那么长啊？对啊，人家不会看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看，哈哈哈。慢慢弄哦，你小心啊，小心。你要看我等一下打开这个电锅的时候放进去的影片吗？我先pause 一下。我打开这个电锅。哇，已经有肉。猪肉有一个冬他们香菇啊，对，香菇，我刚刚还说冬菇，香菇猪肉搅拌一下，对啊，还有放这个蒜。好，来了，哇、哦、哇，很多对，对，然后哇，好漂亮哦，搅拌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吃。葱油拌饭，哦，葱油拌饭。很笨的笨吗？葱油笨饭，不是笨，拌拌饭。OK， 葱油太太的笨饭，太太的笨饭，我吃拌饭。哦，哈哈哈，嗯，好好吃哦。这个是葱油拌饭，还是笨饭呢？不恩还是不安呢？不恩还是不安？嗯。好吃，我们是煮4个人分量的哦，因为我们的食量比较大，还有4人，差不多那你这里一碗给他们看，对，不是4人分量啊，好吃，祝你们轻松快乐，我们要吃，我们要启动喽，启动葱油拌饭。拌不安拌，拜拜啦！祝你们身体健康，最重要身体健康。对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拜拜喽。